大家好，我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游客对鲤鱼池环境的影响。第一点，旁边有很多的建筑物，造成了水泥化。最近阿里山游客比较多，造成了游客丢了乱丢垃圾，造成了垃圾污染。阿里山有小客车，对鲤鱼池造成了空气的污染。我的介绍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。